蛤蜊还是蛤蜊？蛤蟆。母鸡还是黄鸡？啊？这是你讲的这么好吃吧？可是我是母鸡，母鸡。淋漓尽致，是完整的面条哎！他感觉嘴巴里有魔术大师姐。摸头的，他有一次在演头痛，他摸不着。是男主的心痛。你有看午餐？我这边有一个蟑螂。哇，真的，他真的蛮像蟑螂。还是不是？是落叶。超把蟑螂，但颜色很像蟑螂。不要搞我！我喜欢你，我知道大象喜欢谁了。三。先别吃饭。草莓蛋糕是一个小草莓，对，一个小番茄。这是什么触感？草莓啊，这是草莓啊，草莓啊。他们刚刚不是这样说的，我没说错。他这个太可爱了，一定要看一下。开始。主人您好，今天要来点什么呢？方便鸡、黄米，太喜欢。